我叫白小飞，我的身边发生了无法想象的灾难，我要活下去，并且要救助更多的人。小薇，你要等着我，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 为什么一只熊在追着长颈鹿？又是 cos， 这个狗叫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小熊是感染者，小熊同学，请你去死吧！不要吃我！喂，别哭了，我不是师兄啊。 乖，待会儿会有一只大怪兽要过来，只要你不哭，叔叔就带你去安全的地方，好吗？小鹿，我害怕。啊啊，小鹿乖，不怕啊，你先躲起来，好吧？叔叔，露露肚子饿，想喝奶奶。小鹿乖，你躲在这个洞里，不要出来。叔叔等一下打败了怪兽，再给你找奶奶喝啊。叔叔。 打败！来了，小鹿，快躲起来！这个高压电箱用来对付这只大师兄，应该够了。居然又进化了，咪咪上又长了个眼睛，这才是咪咪眼呢。 竟然还会用武器了，很好，用那根路灯来砸胳膊，只要隔一闪，立马电死你。镇定，镇定，只要在他麾下的一瞬间跳开，之后的路灯就能导电。就是现在，这都能打烂，瞎了你的秘密眼了。 难道是因为眼睛太多，反而瞄不准了吗？糟糕，幺儿已了！不要吃叔叔啊！好吃！糟糕，这让我带出小鹿去了！ 去死吧！咬笑，再来一发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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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虽然没有把他电死，但是爆菊看起来更有效啊。小鹿乖，叔叔赢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叔叔，鹿鹿要回家。好了好了，鹿鹿，那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呢？鹿鹿的爸爸在国外，妈妈前天说要来幼儿园接鹿鹿了，可是到今天也没来，鹿鹿一直住在幼儿园阿姨那儿。那叔叔送你回家吧，鹿鹿。你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吗？我的家在一个大房子里。耶，那幼儿园里还有其他小朋友吗？幼儿园只有露露和阿姨。可是今天小熊突然跑来，把阿姨的脖子给咬掉了。露露不哭鼻子的话，叔叔就带你去找妈妈。不过，我们得先去找一个大姐姐。
道小慧有没有赶到呢。奶奶，奶奶，当心点，小鹿。喝了会变大头娃娃，不行不行。这个好像也是问题奶。我去，这只有这两种奶吗？叔叔帮露露剥开。小鹿乖，这个也不可以吃哦。现在的果冻都是叔叔们穿的皮鞋做的，臭臭的吃了会生病的哟。我说小鹿，你要灭我的烟，也不用把果汁喷我一脸吧。要保证健康哦。谁？小鹿，你先别动，我去外面看一看。小慧，是你吗？谁？谁在那里？五楼那个二货，你给我挡着！来吧，来试试我新试验品的威力。Hehehehe